修行不外三会，文殊此经便是文会，深解便是思会修会。若不思维修观，便不能深解。故说解，便设有限。所有大乘经都要这样去体会，佛想解，解里面有行；佛讲行，行里头有解，绝不是只有一边的，必定是两边都含摄在其中，这样呢，你就会读大乘经了，你也会修行了。三会是大乘人修行的原则，闻思修三会啊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没有。何以说没有呢？你要晓得这个会呀，这是什么会？是小乘戒定慧的会。我们有没有？小乘教里常说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会呀，你才有会呀。我们现在没定，哪来的慧？定是什么呢？清净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戒律是手段，是帮助你得定的。佛法的修学，这是基本的原理原则。持戒就是守法守规矩，严格的遵守法规。这样容易得定，心容易清净。我在讲习当中多次地劝勉同学们，我过去求学拜老师，老师提出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就是戒律。佛家过去常说，五年学戒，这个五年呢，遵守老师的约束，遵守老师的戒律。出入佛门的，第一条就是听经，我们喜欢听经，只准听老师一个人讲经，除老师之外，任何法师大德讲经啊，一律不准听，要守这条戒。第二条呢，我们喜欢看书啊，老师第二条戒，所有一切文字，
包括佛经，没有经过他的许可，一律不准看。第三条件，我们曾经没有遇到老师，曾经学过佛了，你从前所学的我通通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从今天起跟到我从头学起，三条件。这三条件的用意在哪里呢？帮助你得定。你看，你耳朵不乱听了，耳根清净了；眼睛不乱看了，眼根清净了。从前那学的东西通通作废了，也没得好拿来跟老师去比较了，这一根清净了。这个方法妙啊！最初老师提出来，我们都想着这个老师很跋扈啊，好像功高我慢，瞧不起人一样啊。不晓得他真是大慈大悲呀！把你眼睛堵住，耳朵塞住，心里不准乱想，这个样子，三个月就有效了，就收到效果了，什么效果呢？心啊，果然清净。妄想分别就少了，这一清净呢，就好像有一点智慧了。无论看什么东西，听什么东西，办事都跟从前不一样，有进步，自己能觉察得出来呀。六个月之后啊，效果就更显著了，对老师产生信心，佩服老师。这个尊师重道的心呢，是真的生起来了。从前呢是勉强的说说而已这真的尊师重道了。从行当中带来的那个行跟解的关系。真的受用了。清净心达到一定的程度啊，才会开智慧。所以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智慧开了以后，应用在生活当中，叫做三慧，菩萨所修的。三慧是文思修啊。什么是文慧呢？接触。你看，文殊此经，你接触这个经典的。你听这个经典，或者是你看这个经典，都叫文慧。文是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这一接触用一个文字，深解，这个就是思慧修慧，一接触就深解，不要去研究，不要去思考，一接触就升解。升解呢就是思慧，可见的他有没有思？没思啊，根本不会落到意识里面去。他的功夫是照见的，哪里会落到意识呢？就一接触就明了，明了叫思慧。这明了了，当然就不迷了嘛。不迷呀，就叫做修慧。由此可知，文思修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三桩事情，一桩事情啊。如果把它分作三桩事情了，那就错了。
那就是文思修不能讲会，没有会。啊，你有文有思有修，没会。啊，文思修是一桩事情啊，那就叫三会。啊，所以三会也是一桩事情。啊，这个底下教给我们，若不思维修观，便不能生戒。要紧的是要修观，什么叫修观？前面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很明了，修观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改变观念。我们现前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把这个错误的观念依照佛经上讲的教训呢，把它转过来，就叫做修观。修是修正啊，观是观念，就是思想见解。我们思想见解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。啊，这个修观简单的讲，修正错误的思想见解。啊，这叫修观。你要不认真去修正，把这个错误的观念、见解修正过来，你怎么能深解义趣？深解义趣是什么义趣？宇宙人生的道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义趣是指这个。如果说的再浅一点，再白一点，深解自己生活的义趣。这个非常亲切啊，深解我们每一天工作的意趣，深解每一天处事待人接物的意趣，你说这个关系多亲切。佛法没离开生活，生活就是佛法，生活就是金刚般若啊！所以这个地方的意趣不是谈玄说妙，与自己生活不相干的，那个意趣我们解不解无所谓啊！啊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所以说解，解里头有行啊；说行，行里面有解。解是我们的思想见解，行是我们每天所做所说的，那是行。我们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我们的生活活动啊，用思想见解啊，所作所说就包括进了。这是我们一生一世的生活活动啊。佛法把这个活动啊更加推广了，我们不止就是这一生，
我们还有来生，来生还有来生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终啊！这才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。深结义趣是指这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